好，我来看一下这里哦，这里叫比大小，对吧？麻烦你把 ABC 的大小关系比较出来，行不行？那比大小是第一个条件，这些角度要什么角？锐角，是不是锐角？不是，所以说麻烦你先把怎样画锐角，行不行？840度一圈， 360 两圈， 720， 扣掉720度之后，告诉我剩下几度？120度。麻烦你把画锐角， 120度可以改成180/60。第二象限再取什么正号是出来了。再看这个角度太大太小，太小太大把它扣下来，太小把它加回去，一圈360，两圈720，三圈1080，加上三圈1080度，把它变成正的，变 cos 240度。麻烦你再把它加画锐角，180/60，所以 cos 60度，这样行不行？第三象限 cos 什么号？符号，行不行？再来840度也是一样，一圈360，两圈720，扣掉720度之后，剩下 tan 几度？120度。120度180/60， tan 60度。第二象限 tan 什么号？符号。这里很有爱心，它考出来角度都是什么特别角，所以说把答案算出来，在60度是二分之根号三，考出来60度是几？二分之一，对吧？tan 60度是几？根号三，所以说告诉我最大，正的是最大，是 A 最大，对吧？负二三之内，这负二分之一要负根号三，谁比较大？负二分之一，所以 A 大于 B 大于 G，C。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